赤壁最新的 merch 开始卖了，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可以直接到 Shopee 的 IG 查看更多。还有记得要叫你的朋友一起支持嘞。OK， 我们进去好了。So， 这个是我们的前面啊，外面 is the same， 外面啊，啊，这是我们的门啊。Yeah. 你看，其实外面还是很糟糕下的，有这些东西还没有。没有，换颜色了，喷啊，油漆啊，门换颜色了，来，可是哦，这个门啊，我每次没有觉得油漆问题，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要换啊，要换啊，这个东西哇，然后这整个东西都要换啊，你看这那边好了，整个东西换了，换了，接近了吗？换家，家嘛换了，接近了吗？祝你会结婚咩？哇老哎！Flashback。What is up, guys? Yo, 我们今天 big project 啊！今天呢，我们的家私啊东西哦，还有床啊，还有床啊！连哥，等一下又来装 aircon， 又来装个灯啊，全部就美美了。我们的家还没有美美来，兄弟，一点点啊，还有很多琐碎事情还没搞定的，可是 basically 最基本的那些用具全部都有。啊，还有这里看，签一个电视，有人要 sponsor 吗？那电视机旁边哦，有时候我们要 play 我们的歌啊，要有 speaker 啊，对，也是签一点东西。哎，这个是我们的椅子，这个椅子是来浪费钱的浪费的椅子，这些是 fans 啊，很多小三送的啊，等一下我们就摆在楼上，等我们就给你们看了。你们要 sponsor 什么的话，就跟我们讲。哎，send我们 email 啊，send我们 email， 你们要 sponsor 什么，跟我们讲。这是我们的楼上。是房间，给我搬出来先啊。这个也是。Hello，Thank you。这几个板呢，你们看现在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这片墙壁，我们这片墙壁现在是空的嘛？啊，这个会拿掉的嘛。这一些板，我们到时候会钉这样子吧，弄满。然后这里全部放小三的东西。耶。Kevin， 我们这样子来玩 battle 戏这样，你放一个，我放一个。太乱了。已经不能怎样了，还有 Diggy 帮忙选放。这样一人放一个，这样大概啊，他放这边。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玩 game 这样，这里是空的，我们来一人选一个这样子放。我选了一个长的，下一个你们要长还是短随便你们。我当然是要长的啦，因为我的短。他好像在吸血，像出血哦。没有，拿个吸尘器在下面，就是如果你转动，每次拿吸尘器在下面就。是啦，你看那个地上好多泥了啦。哦，要跟你们讲，我们没有吸尘器。你看我的脚。啊！咦！咦！我要做一个楼梯哦。啊？可以爬上去那边。我们两个可以啊，你不能你太重。One pair of pants later。哈，你看我们刚才这样子乱装的，就这样子的节奏，哎，看起来不错嘛，蛮美一下的。OK， 现在下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们的很美的椅子。Legendary table。又要搭配了你，啊？又要搭配，然后薯条要搭配。来了。啊，我们 Legendary table。Legendary Bubble Table， 最前的是，这个是我跟 Danny 讲要买 ，Kevin 讲不需要这样大，不需要这样贵 ，OK？ 啊，不行。啊，喂，没有声音啊 ，Pure， 下面那个，看，啊，我看起来很重哎，喂，看起来真的很重。有个 message 要跟大家讲。大家每次都被外劳外劳是啊，外劳很勤劳，我都骂。啊，这个我也赞同。每次我也是不赞同哦，马来西亚有很多叫外劳，可是哦，当你开始做大，你开始勤劳，你会发现原来外劳是最有钱，他们最勤劳，最肯做工，赚的钱，你看 iPhone 不是问题，谁要请这些 millennials 啊，那些一点点东西就恐骗的那种人的，向外劳学习 respect。等一下，他们刚刚其实只是培训。等一下要跟你讲，我是印度人。你要装啊，要装啊！啊，你看我们的 Marble Table， 我老诶，好了，那就我们讨论东西的地方。然后其实我们这里会放那个
个玻璃 tempered glass， 玻璃的 tempered glass， 那可以写东西的啊。摆我不要摆太轻了，我们要让硬硬的鼓鼓鼓的。好，我们坐这边这样，然后这样。啊，要讨论。啊，啊，现在一个一走，那个分离就一走完，现在窗帘就来了，啊，怎么？Several days later， 啊，看我们在装我们的拍摄的地方，你看还有我们很多 equipment 新的 sound， 新的 lens， 还有新的镜，就很开心，还有玩 sound。你看我们这里出去，去三楼来的啊，看到吗？这看下去就这样子了。还有这个看到吗？我们的小山墙，我们的小山墙呢？还没有弄好啦，还有一点点嘛。你看，就一般弄到一半 ，on the way， on the way 过就布置就满满美美。所以我们三楼上来呢，就是这样子的，看没这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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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啊，没有物油，这样进来，一打开，哇啊，看到吗？好了，只是还没有烫好，所以走走，来讲一讲 Kevin 表演一次。啊，你看 Danny。啊，是按那个。哎，阿婆嘞，那怎样可以？植物 vlog 不要帮忙。我们拍 family portrait。Get over, I will be stronger. They call me freedom, just like a waving flag. And then it goes back, and then it goes back, and then it goes back. Oh, when I get. End of flashback. Yo， 大家好，我们是 Dreamy， 我是 Kevin， 我是 Kevin， 我是 Danny。说刚才看到的影片啊，是我们大概差不多一年前的 video 来的，大概那个是我们刚刚搬进来啊，要买那个 marble table 啊，那个收3000块的 marble table。所以我们那时候搬进来有这个新的 office 哦，然后那时候就很急了啊，然后一直要做 house tour 啊，做啊都没有去弄啊，本来要做 open house 嘛，啊，本来那时候还要 open house， 要请全部人来啊，还要讲那时候还要写 name list 这样哦，觉得要请谁啊，疫情的关系呢，我们也没有去装修，也不能请人，就一直放这这样子，所以你每次看我们拍的影片啊，尤其是那个 home escape 拍了很多角落其实很丑啊，所以你看 home escape 的时候哦，是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啊， yes， 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脸要去show我们的那个 officer， so 今天，可是也不是100%嘛，才七 25% 啦，没有办法，80% 好了啊，80% 好了，没有 25%， 我算整个奖，没有办法嘛，因为我们今天要进 office， so 今天就直接 show 买你们不好啦，这个东西这个 project 我们是没有管的 ，the whole 2 weeks。啊，虽然我们有看呐、啊，看过照片，看过照片哦，他们的 concept 画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会进去看，所以我们带全部人去看我们的第一楼吧。啊，然后这间 office， this is something new。哦。真的是欠电视机哦！哇老哎！对啦，买啦买啦，欠 PS5，欠 PS5 吗？啊，索尼啊，听到吗？索尼。没有电视机，只有用那个时钟来代替。哎，电视机呢？电视机。哇，超啊！真的有电视机，我没有看到这个东西。So basically， 你看这个是我们全部的灯，然后我开完了就是这个亮度吧，我跟你讲，做爆拱啊！你关那个灯看，你关那个灯看，看几安？老伟，你看现在有这个嘞，这个哦，现在哦，这个 feel 哦，给问，很明显你是进来哦，你就是要睡觉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专属的。那个是 detention 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些 detail， 看到吗？我们这次的有我们的 ID， 我们的 interior designer， 看到吗？这里白色墙，这里黑色墙，然后他就用、这个、就用个一个 V 线，看到吗？这样子这样来穿插这个，来给那个 line 这样子。呢啲外行人，呢啲识条线咧。啊，你看这个灯啊，看到吗？这个黄色啊，其实啊是灯来的啊，不是那个气来的，是灯。这个、不是那个灯咩？灯咩？照出来。这样拍照，这样啊，看到没有？不是那咖啡黄色这个啦，然后有一个灯这样子啦。我老伟，你这个三条线，就真的是因为我们三个所以这样啊。他们讲的 ，OK OK OK OK， 真的。咕咕咕咕。哦，这个我选的。y、
Yeah, 你选这个我选的。这个我选的，这个 Pro Pro， 那这个 texture 哇，这个是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剃的， looks like it 啦，没有，这个是，因为它是不规律的，每一个不规律。懒惰嘛，这个 Danny，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就 done。你要上去看了吗？是啊，这个鞋。哦，厨房，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那分别那东西，就我们有啦，一定有发现啦，你做梦吗？我们把那个哦，那个 Domino， 在这里一样，咔咔咔咔。哇。这个也是我们的厨房，这个就这样，这个是我们的 big room， 我们的零食放一堆在这里啊，你懂中国这么多零食没有？搞错没有？OK， so 现在 let's continue 啊，这个是暂时的 pattern 嘛，这里要放一个来大大个的。姐，如果你跟我讲这个是那个 design， 我会信哦，人家讲哦，这个是艺术。好，然后这是我们楼梯，然后这个 railing 换了，耶，一定有发现的。我们玩那个 home escape， 我们那时候是黑白色的。白色的，白色的。我跟你讲，签什么？签吗？我们签这个图片换掉。哦。啊，这里是我们收集我们 fans 的 collection， 小山门我们的东西哦，我都没有丢掉的。耶，全部在这里。哦，看到有那个灯，它弄到看起来比较 high class 这样啊。看起来比较 high class。上面不要看东西，然后这个有这个的，哇 ，chalkboard， 哎，这个叫 chalkboard， 你看这整个，哇，有这个灯照下来，你们全部写给我们画给我们的东西，哎呦，哎，这个照我们脸，哇，这个印象很深刻，这个信，这个很长的，哎呦呦呦 ，Kevin 啊 ，so 这里没有啦。House tour 吗？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本来是员工的，可是 editor room， 可是从2020年开始， everything is work from home， so no one is here， 完全没有人用过这里，浪费钱。这里是 accountant room， 然后可是 Amy 讲不可以给人家看，所以这样。OK， 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Danny 用过。Master bedroom， 拿来 master bed 的。乱掉，我 master bed 这个 idea， 这个 interior design 啊，什么都可以给他，可是你给他95%吧，那个 payment。什么？歪哦，什么？啊，斜斜的，他 design 很厉害，可是不 balance。我都会用那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我都会用那个水要在中间才 balance 吗？这我们的 office 哦，我们拿这里音很大，是因为。原因很大，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有三楼啊，然后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讲找到这间怎样，我们要谢谢假面这个人啊，他叫 James 啊 ，James Lee 啊，所以我要找家找什么可以找这个人啊。哦，你要找家的话，你找 James， 你要找金记，你找他就可以拍啊。所以你每次我们拍那种尴尬癌啊。然后哦，有时候会用那 green screen， 就是这里，好了，就是这里啦，就是这里啦，这里就是我们的 green screen， 在后面 green screen 在后面 green screen， 我们的 green screen 跟 black screen 已经是在后面了，这么破好了喂，是我动作破了 ，God， 呀，这么 green screen 破好了喂，哦，别乱乱啦，好，叫我 check CCTV。然后我们的这个灯也是换了。Can we snap your finger？ 啊 ，sorry。喂，你要 snap 了吗？一二，哎，多一次，多一次。哇，哦 ，nice。Danny snap。Magic。所以我们的 house tour， 因为我们的家很暗，所以我要在这个灯下面讲话。啊，是不是比较亮？基本上我们今天是先说到这样子哦，还有很多没有搞定，然后你们慢慢看。是啊，我们现在会拍多一点 vlog 了，对。啊，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家要 upgrade 什么？你们跟我们讲，不要讲松啦，不要讲 sponsor， 还讲 sponsor。TV。不要啦，不要什么都 sponsor 的啦，我们不要做那些网红。我们不要什么 sponsor， 可是如果你要 sponsor 也可以啦。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 subscribe 啊，记得 subscribe 然后 share 出去，因为我们今年啊还没有到300K， 什么到啊？ OK， 拜拜。今年啊，是啊，去年啊。这个是 Danny 的 training ground， 这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这样。
铁粉啊，每个女孩子不是拍照的。不是，是这样。是这样。你的脸呢？你的脸呢？哦，你这脸。哎，OK。